美女，你好，你去哪里啊？提这么多东西，我顺便带你一程呗。你都不知道去哪里，怎么顺路？哎呀，我跟美女都顺路，看你提的挺累的，上来吧，我带你一程。那好吧，麻烦你送我去前面。好的，上来吧。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，美女？我叫唐月。哎，妹，你今天怎么坐车回来的？路上遇到大哥载我回来的。哎，这不是大超吗？好久不见，老同学啊。天天看你撩妹，天天是我妹，真巧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不够意思哈，有这么漂亮的妹妹，你早点不介绍跟我认识。你要做个妹夫，我也不介意嘛。那今天就别等了，在这儿吃饭。等一下，正好我身上也有款好酒，等会儿咱们好好喝点。看你视频经常到茅台镇去，应该搞了不少好酒吧？那肯定的，你看我在桂长春就是在那边带过来的。听当地人讲，它是贵州的老三村之一，是贵州的老牌子酒了，而且它酿酒的菌种来源于茅台。原料工艺都跟茅台一样的，口感是最接近茅子的一款酒了，今天你可以口服了。那我也可好好尝尝，让我们也做两个好菜。好，别急，让我们在做饭呢。你看大哥在那儿吃土鸡，有没有美女？肯定有美女，有美女就行。好，先坐，那你洗去哈，我倒水。好，OK。走，大超，吃饭了。好了吗？走，吃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对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没变呢。老了。记得当年。你把那个口香糖弄到我们班那个女同学辫子上，还被老师罚站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还记得你抄我们班上最漂亮那个女孩子作业吗？她不跟你抄，你帮她哭了。你知道现在女孩在哪吗？在哪儿？她现在是个媳妇儿。这你妹妹的手艺可以啊，一会儿功夫搞那么多菜。别说客套话，赶快好酒拿来倒上。好，我给你倒上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谈这个。这酒可以啊，酒香闻着就挺舒服的。不是好酒能拿来给你喝吗？你看这酒线又顺又长，酒花还饱满绵密，只有陈酿十九才会这样。几年不见，超哥挺浓酒啊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以前没事就爱喝点，现在也没变。别说了，来来来，先干一个，干一个。这酒味道真不错，酱香味很浓，下喉也很顺，不辣不冲，回甘还快，喝完了嘴里全是粮食味儿，跟了毛子不相上下，真不错。你现在喝酒是行家的话，还挺会品的。那你说，喝这么多年酒，不会品能行吗？那你今天可多喝点，这桂长春，喝了不上头，第二天头也不痛，醒酒还快，所以多喝点没事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都成大网红了，再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。今天不就见着了吗？那个，今天我们多喝两杯，在这儿多玩两天，然后。土鸡我管够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来来来，咱来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来吃菜吃菜吃菜，来吃着吃。好，原来你妹的手艺真不错呀。这酒怪好喝的，我怎么没见过？这酒很多茅台当地人都爱喝，它只是宣传的少，很多外地人不知道。可惜它这么好的口感。确实可惜啊，酒这东西还是要看口感，名气大不大无所谓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来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吃菜吃菜，你妹妹这么漂亮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印象呢？她毕业以后一直出去了，现在在外面工作，这几天刚回来。哦，是单身还是？单身。还没男朋友啊？还没有。你不要打听那么多啊。我上车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第一次吃这么多鸡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哎，过来了，富哥。哎呦，终于来到我们大理了。哎，来了好几天了。嗯，我们今天带了另外一个终结者。这个还带了一个美女。哎，你在这上面是吧？对对对，回上面坐。这个富哥是一位粉丝哈，邀请了我好几次来他家吃土鸡。今天我们工作不如同命，我们就来了，还带了秋田。没事，我们家土鸡管够。确定。确定好，那今天再给你上一课哈。好，阿姨，来，吃核桃，我们这里啊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要不要核桃之乡？你们这吃核桃都是一辈一辈的。哇，这核桃真多呀！我看一路上的都是核桃。嗯，对，我们这边是漾碧核桃之乡。哦，这边的核桃挺好的，它这个特别香。秋田呢？秋田。我刚才看到黑色的鸡，真的纯黑色跟纯白色，然后就追着他们跑，然后他们全跑下山去了，我没追着。我今天戴这个帽子，有点能吃啊。
没事没事，我们家土鸡多的。你们妥猪？猪也有，土猪也有。要不你宰个猪？可以的。我们去拉吧。不，宰鸡就好了，不宰猪。哦，你们这是放养的鸡还是？嗯，对，这是放养的。那这个好吃，放养的好吃。随便抓是不是，富哥？随便抓是吧？抓到几只吃几只。啊，好，那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。随便抓哈。技术流。关闭去了啊。这个太小了，不够吃，我们继续抓呀，抓大的哈，敢大的抓呀，富哥哈。没事，抓大的。啊。哎，别伸脖子，你别咬我。哦，这个厉害！哦，这个大了。啊！这个动作快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。我抓四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不要？脖子，还不会拉屎吧？别叫，别叫，你跟他要乖一点。今天我们高低盘个四五只哈。秋天这么能吃。对。你要让秋天吃饱吧，不然他下乡吃不饱。哎，那个什么鱼啊？对，鱼。要不把那个鱼炖了。滚！你不要过来啊！秋天，好了没有？嗯。再等一会儿哈。好。现在我们是炖鸡哈，这个是爷爷放点火腿腊肉，嘿嘿嘿，会不会呀？可以，你看这专业，在上面搞土鸡的。来一个，嫂子，刚才的，你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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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都不客气，我就自己加你一样，你看。我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吃的是一个全鸡宴哈，这个是鸡炒辣椒，这个是那个炖土鸡，这个是做的一个土鸡粥，这个是那个奶奶炖的冬瓜，那个是我炒的那个莲藕片，今天太丰盛了，今天。来，开始了哈。不客气了哈，随便吃哈，吃不够等会我们再宰。还有只驴在旁边。今天富哥是在城里面，今天我要来，特意赶回来的是吧？对。哎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没有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我等你说出来，你怎么上啊？回首，却问小船醉梦中，笑谈词穷，不知今。大超来到大理，今天第吃了第几只土鸡了？你这里四只嘛，嗯，然后一只六只土鸡，然后两只土鸭，嗯，你这里干了四只，你干了好多鸡，七八只了，对，七八只。昨天，嘿，今天美味土鸡体验怎么样？很不错，很不错是吧？嗯，以后要不要给我混？可以，很好吃。哎呦，我又吃饱了，秋天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又这么快？哎呀，你这个土鸡终结者也怎么被吃了？对，吃的不行啊，身体要肥。我一般就是招生是这个大，嗯，中介鸡也行，中介肉不行。中介都是。我不是带了一个嘛，带了一个实际派嘛，哦，有他没事儿，让你吃个，对，把我吃回来哈。好，大超你在这边冻完几天了？我怕你家鸡不同意。啊，没事，我们家鸡多得很，随便你，随便你吃。我估计那只驴都得慌。要不要再给你宰两只？把这个先穿了，来上来。不够的话，我再继续拉一只。我先吃这个吧。大一点的拉一只，先吃吧。我们都歇菜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。慢慢吃哈，奶奶再给你热一下，要不要？那个阿姨，这点钱你拿着。为啥
生了，我不生了，我这回不生了。拿几回你们来你们生了。鸡哪个养？不行，不生了。哎呀，小鸡鸡鸡，滚哪这么？那个富哥，那个阿姨，叔叔，我们土地也吃了，我们也回去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送你的也没什么，我给你送点核桃。核桃不要核桃，你这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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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姨，你不要不要，快点快点快点拿着。他是谁说的？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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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些现在哪？不多呀不多呀，拿。这么多也没什么，送他一点核桃，太多了。那我背走了。好好好好。对，吃到喝的还背走了。